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爱上厨房》，我是 J-Lo。Hello， 我是 Maggie。哎呀 ，Maggie 啊，啱啱过完年啦，我哋嚟紧仲有啲咩大节日咧？是不是情人节要到了呢？啊，女生啊最中意情人节噶啦。没错。咁有冇谂过情人节同男朋友屋企煮下嘢食咁样啊？没有什么想到的拿手好菜呢。咁啊，女生系咪好中意食炸鸡嘅咧？对啊，对啊。随着我们这个韩剧的风靡啊，现在炸鸡和啤酒成为了一种时尚呢。咁不如咁啊，我教你今日整个韩式炸鸡，配一配啤酒，等你打动下男朋友嘅心啦。好棒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好啊好啊，马上去。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了。那么现在赶快让我们的 Johnson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咁我哋见到啦，首先由呢边开始啦，不如我哋有京葱啦，有呢个包菜啦。我哋有雞啦，跟住最緊要，咁另外有一個韓國嘅幼嘅辣椒粉，另外我哋呢度咧有醃雞粉喺度嘅。好的，那我們食材介紹完了，就馬上開始動手吧。好啊，好啊。雞嘅時候最緊要同佢做一個外摩，咁佢啲醃嘅嘢咧，先容易啲滲入啲肌肉度。喺我哋攞雞出嚟炸嘅時候咧，我哋有兩樣嘢嘅，我哋要炸濕粉啦，同埋乾粉啦，等一陣佢，好啦，跟住我哋上乾粉。咁我哋就慢慢放落去炸啦。好啦，今集咧我哋教大家做咗一个韩式炸鸡啦。咁食炸鸡冇理由冇啤酒噶。来，也让我们品尝一下地道的韩国啤酒。情人节快乐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